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Carl，今天又为大家提供 GTA Online 每个星期的最新资讯。今天是7月1号，今个星期赌场入面的台上载具是嗨灵剑齿虎，属于男性安地列斯超级赛的 DLC。特价车方面 ，Legendary 的闪光 GT 做紧七折，同埋罗斯福勇气做紧六折。男性安地列斯超级汽车网的经典维图做紧七折，甩尾坦帕做紧六折，同埋君主做紧半价。军火大亨的威恩奇做紧七折，消防车做紧七折，解放者做紧半价，同埋日英攻击直升机做紧六折。必达交通的雀鹰做紧六折，歼灭者做紧六折，同埋泰坦号做紧六折。载具资产方面，购买又或者改装科萨卡做紧七折，购买或者改装机动作战中心做紧六折。房地产方面，今个星期地保做紧半价，仲未买地保又或者想转地保位置的朋友，记得把握今次的机会。差事方面，囤积居奇系列的竞争模式做紧三倍，机动作战任务做紧三倍。今日呢一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又会为大家提供 GTA Online 每个星期嘅最新资讯嘅，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， 咁我喺稍后时间咧会喺 IG 度发布翻详细版本嘅 GTA Online 每个星期最新资讯嘅，之后落嚟如果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， 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我是香口Carl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